又出来了，吃啊、哦，了饭了。吃了，你吃了吗？没了，我回啊。是吧？去我们家吃我一下，去了，喝点再回我吗？回啊，回去吃去。天，再不回黑了，这条路上都没人。有车来快的，嗯，快半个小时。啊、这是平常都不在村里头啊，这又个年轻人。我还刚说的，村里头现在没年轻人。人家小子来，哦，这是回来了是吧？这两天，回来了，平常不在啊？不在，平常不在。在这儿其实是在这儿挺好，你说这儿空气，家养的好多牛呢。你要生活住在这儿挺好。你们家养多少牛？养的30来头。在哪儿？山上了？啊，对。你俩都吃了饭了？吃了，就吃了饭遛弯儿。啊，太冷了这地方，这会儿估计10来度啊。啊，10来度了。爽，这晚上还得烧火炕了啊。嗯。盖被子。对对。吃晚上吃的啥饭？晚上。面。嗯。忘了，喝点稀粥，喝点粥啊，喝点粥，然后炒了点馒头片。哦、你是平常是不是不在村里头？平常不在村里。哦，这养了多少牛？30多头。那谁给养的？我爸。哦，这是30多头牛，养了几年了？养了3、4年。买的当时买了多少？10来头。买10来头，养了几年？嗯，就是个3、4年。3、4年就繁殖到30多头了。啊、哦。可以的，我刚才看那个大哥，他们家养了5年，他们都说是现在到乡下11个牛多。哦，当时买了几个10来头？是11个牛多。11个牛犊。啊、哦。大牛现在是20个。啊、哦，嗯，大牛就这块30来个。大牛就30来个了、啊，那你们家还是40来头牛？啊、哦。当时是买了10头。啊、哦。那就现在变成40头了。啊、哦。哎呀。40头牛现在可值钱了啊！了啊，这一个牛多少钱？一个大牛就2万来块钱。2万多啊！嗯、这阵是不是掉价了？就是掉了点价。掉了点，掉不厉害啊！掉的不厉害。一个大牛，你这30个牛了啊！嗯，一个牛犊就是个12、13。一个牛犊12、13，啊、10来个牛犊，就是12、13万。4、5个月的牛犊啊，能卖12、13。哦，那你们10来个牛犊，12000，这。12、12、144，10个牛犊，12个牛犊，那个大牛30个啊，嗯，哎呀，大牛30个，一个2万，嗯，60多万，是吧？嗯，啊，30个牛一个2万，啊，这到70万，还有不下的了，还有的还要下啊，没有不下的了，这是老了多了。哎，咱们这儿听说是就是这个牛是不是也是养的时候老这个老呀？啊，经常这个老牛犊子。那这个为啥没找找原因？啥原因？有时候是发生这碰撞。哦，这牛互相之间，因为是散养嘛，啊，容易碰撞啊。嗯。那一般是几个月老了？几个月啊？哎呀，不知道了。可能差不多6、7个月大的时候。啊，牛碰撞还有这个水土不服。水土不服。啊，倒不。那按说他在这儿老在这儿，还有啥水土不服的？哎，就他又是从这外面来。拉回来，哦，从外头买，外头那牛是圈养的，这地面的牛散养的，散养。再一个就是外头可能就是比较热，啊，来这儿咱们这儿比较凉快，啊，咱们这儿凉快，外头热的你还受不了了。外头的牛就是顶那边几盒边几盒边，就是那。哦，对，咱们这儿按说是没有，这来的牛就不得边，没污染，没有，它那个酒不传播嘛。咱们一般就都放在这个山上了，就在这个山。这几月份就放上去了？就是呀，就是个4月的。4月放下来，几月放下来？就是个。做秋节这两天就下来了，哦，就下来了啊！嗯，哎呀，这一夏天那个上去也可吃个好啊！嗯，那下下小牛犊咋弄呀？就在那里，就让它跟上啊！就在那。咱们这儿养的都是黄牛，是什么牛？啊，黄牛是什么牛？黄牛，啊，黄牛，有的是有的那叫假牛，就像那样，就是西蒙蛋儿。西蒙蛋儿，嗯，西蒙蛋儿。像你们那个养了多少牛，一直卖没？就是一直没卖，都留下了是吧？也卖了。也卖了。就说从10来个牛，这是养到必须得有个好狗牛，40个牛，然后还有这其中还卖了些了啊，卖了些。你们家就这个养殖就养的就可以啊，一个做牛就能卖到6万块钱，一个做牛要卖到6万来，啊，差不多，是不是？啊，好做牛。哦，养羊没有养牛设施，养羊没有养牛设施，那就天天，因为你养牛，你到夏天能满山散去了，这得天天你养牛就天天得放去。对对对对，你也不是养羊，你还没偷没干啥养的，跟人家学学敬业，学一学，你这个这。这会儿养那肯定两个好钱了。哦，这会儿你卖一个牛就2万，卖5个牛都3万。该个牛棚也盖不起。该牛棚也贵了啊。
带点药吧。哦，先成小，先少卖上两个，慢慢的。卖十头牛的，二十。你还带药了吧？啊，我可下眼了来着嘞，眼牛了，挺好，这地势多好。哎呀，这个凉爽，这个地势避暑可能好地方。啊，就是的。回呀，回呀，这喝了。怎么咱过两天我们这儿还来了，咱秋天还来了。啊，来吧。我这儿一两天还来了。没看到有什么好吃的了，到时候给你做别的。啊，好。就是。谢谢啊。